总价70块钱，承载着先人刻苦耐劳的精神，是早期乐坛叫卖槟榔主要商品，秘制白鲁汁浸泡而成，不油不腻，清爽无负担，符合现代人的胃口，而且不惜成本，采用台东县关山镇原产地的特质优良的米，又是力道之关山米，同时呢，这个后山的无染优质米绝对会让你感受到最佳品质，赞不绝口的台湾两个好便当。60-70就有了，这些都是自古以来我所熟悉的音效，更重要的是要搭配着好吃的便当。火车载着我们旅行回家或者去兜风，给我新的心情，跟随着风的足迹向前行。接下来继续要为大家介绍经典台湾味，来自交通部台湾铁路管理局。穿着制服的模特是不是看起来非常的漂亮呢？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们手上卖的便当，为大家介绍的是迷迭香鸡腿排便当。配合观音环台幸福列车母亲节的活动，台铁局在今年5月推出了迷迭香鸡腿排便当，以现烤的迷迭香烤鸡腿，结合三色蛋啊、紫红的地瓜啦、烤起司、香菇、四季豆等等的配料。接下来我们还看到普优马创意便当，哇，这个便当也是非常的好吃，售价199，限量的红梨松子，包装也非常的特别哦。那么菜色方面呢，有创意养生食材，包括了主食红梨松子饭，还有咖喱鲷鱼草虾、芦笋、玉米笋、百合等等等。在这里呢，我们看到有西式的料理，也有台湾特有的农产品，经过了少盐少油的健康烹煮原则，便当是好吃、创意、设计又健康。拿着票在月台等朋友，这是我们常见的画面哦。朋友还带来了好吃的便当哦。接下来我们介绍的两个便当，台湾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日式葱烧排佐蔬菜米粉便当，原价100元，展场有惊喜价70元。先炸后油的猪排经过了拍打按摩，过油后锁住肉排的原汁原味，热腾腾的菜饭漾着猪排的油脂跟香气，搭配缤纷时蔬，食欲大开，魅力瑞克囊。光是看它的外形，你就开始垂涎欲滴了嘛。这是台湾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为大家推出的便当，再次强调啊，原价100，但是我们的现场呢有70块的优惠价，欢迎来吃日式葱烧排。以上为大家介绍的是经典台湾味，包括有芙蓉月台便当发起，是我们许多人共同的美好记忆滋味，还有力道村的关山便当，有我们台东关山的好米，还有交通部台湾铁路管理局的迷迭香鸡腿排，以及普优马创意便当。普优马创意便当的盒子呢，甚至之后还可以当做抽取式卫生纸的纸盒来使用，在设计上是非常有文创气息的，很有巧思的。来，我们为台湾的便当拍拍手，因为紧接着再来给你问假便当。铃声属于他们专属的铃声。各位，我们现在要到日本坐火车吃铁路便当哦。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西武铁道株式会社草鞋猪排便当，每日限量250个，售价就是250。古时候呢，大家都穿着草鞋跟
山哈，所以特别把它延伸到料理上。两块分量感十足的酱油猪排冻呢，就是西武县捡到的代表景点义父的在地料理。义父市呢，除了草鞋猪排面呢，由于环山绕景的地理位置关系呢，还有着纯净的大自然资源，因此呢，利用干净水源种植的荞麦，还有味增马铃薯，都是当地的美食特产，也是我们便当的特色哟。没有错，包括我们的制服也都穿来了。接下来为大家介绍金兵吉星炼铁株式会社的炸尾鱼便当，售价250，注意了，每天只有25个而已哦。天哪！金吉沿线的353级距离东京约1个小时，车程是非常受欢迎的度假胜地，会因为丰富的尾鱼产量而闻名。此款炸尾鱼便当呢，以金吉代表列车为便当盒外形，希望提升大家的重复使用率和环保哦。另外呢，便当盒为两层式的设计，一层呢是饭，另外一层是炸尾鱼，外酥内软，到家欧家了，欧喜内。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则是来自日本的东日本旅客铁路株式会社，特别强调的是它是可以加热的便当盒哦，请注意，暖乎乎牛舌便当每日限量100个。为什么说它神奇呢？你只要拉开绳子，这个便当它自己会加热哎。有别于一般的日式冷便当，将火烤牛舌冻装入特殊设计的容器当中，让各位旅客随时随地享受到香气四溢的热腾腾美味。再次强调，它会加热，而且每天呢只有100个来自东日本旅客铁路株式会社暖乎乎牛舌便当。有4款便当啊，除了刚刚介绍的，还有177的新干线便当、身穿便饭便，还有日本环带之星便当等等。接下来看到的是 IGR 岩手银河铁道株式会社的银河列车造型便当，每日限量150个。便当造型呢，以 IGR 列车为原型，一套两组便当，内容呢就是以日本岩手铁道沿线的在地食材为主体，并且请注意了，这个便当比日本还要早上市哦。它是在台湾2016铁路便当节做独家开卖，同时也跟大家介绍，接下来的就是东武铁道株式会社牛肉寿喜烧寿喜鸭皮，每日限量250个，售价150元，世界级的观光景点东京浅草。从